Now there are more ways to play your perfect combination at the all-new Pechanga Resort Casino. Whether it's date night, game night, or your night, whoever you are, you'll find more ways to escape, more ways to celebrate, and more ways to win at the all-new Pechanga Resort Casino. Play your perfect combination. 众所周知，大庄家赌场度假村为最理想的休闲度假以及博彩的娱乐胜地。由洛杉矶开往大庄家只需要2个小时，圣地亚哥仅需要1个小时的车程。大庄家拥有4钻级的豪华酒店以及休闲娱乐设施，最贴心的客服以及让您能够体验新奇的娱乐，享受最尊贵的旅遇。 在 Orange County Register 期刊读者与南加州最佳活动及娱乐的评选中，大庄家赌场度假村荣获南加州最佳赌场。这项殊荣正凸显大庄家扩建后新增的酒店大楼拥有568间酒店客房及套房，一座豪华独立的水疗护理中心，2家星级餐饮食府，还有占地达68000平方尺的会议展览及活动场地。 以及面积达 4.5英亩的 Cove 综合性游泳池项目。每位贵宾都有不同的需求，但大庄家能够让每位贵宾的度假组合都与众不同。举例来说，你可以在前一晚先入住度假村，第二天你便能自行决定想去打个高尔夫球，或是可以去水疗中心享受一下，甚至是到 The Cove 慵懒地享受阳光。 当晚还能去 The Great Oak 享受牛排。想要试试手气的话， 4500部全程最热的老虎机绝对让您真正享受星级娱乐。 而在极具权威性的 USA Today 报商杂志旗下的网站 Tempest.com 也举行了全国性的投票，大庄家获得了3个类别的最佳提名，包括了拉斯维加斯以外的最佳博彩娱乐场、全美最佳博彩娱乐场酒店以及全美最佳的博彩娱乐场餐厅。 选举结果显示，大庄家在拉斯维加斯以外地区及全美最佳餐厅评选中，乌米寿司生蚝吧荣获全美最佳博彩娱乐场餐厅第二名，而大庄家并同时获得最佳博彩娱乐场酒店第三名，以及拉斯维加斯以外的最佳博彩娱乐场第四名。除此之外， 乌米寿司生蚝吧亦成为西岸唯一获得提名的博彩娱乐场餐厅。 So our Umi sushi restaurant was voted the number 2 casino restaurant in the country, which is amazing. And our bamboo restaurant is very authentic. The duck over there is amazing. And then in our blazing noodles, my favorite personal is kung pao chicken. 在 Southern California Gaming Guide 读者民意调查当中，读者受邀在数十项类别为本地区的博彩娱乐场以及相关项目评分。最终的结果也显示，大庄家被票选为最佳博彩娱乐场度假村、最佳娱乐、最佳扑克、最佳水疗、最佳博彩娱乐场高尔夫球场等等多个最佳的头衔。Press Enterprise 报章涵盖南加州内陆帝国地区，让读者能在数十项类别中票选出本地区最受欢迎的项目。大庄家赌场度假村荣获读者票选为最喜爱的南加州博彩娱乐场，而大庄家旗下的 Kelsey's 酒吧获选为最佳体育主题酒吧，以及附设的著名餐厅乌米寿司生蚝吧更在食评家新选类别中获选为最佳寿司餐厅。 僕の中でのすしってありがたいものなんですよね。好きとか嫌いとかいう感覚はなかったけども、やっぱりありがたい食べ物。やっぱりそう、寿司とはそういった意味では芸術なんですかね。そうですね。まあ寿司を口カウンターで働く楽しみの一つとしては、まあこれ接客なんでね、こうお客さんにこうお客さんからいろんな情報をいただいて、こっちからも情報を差し上げて、こう情報の交換がね。 とても楽しいですよね。まあ意見を聞くっていうのはまた一つの自分の勉強ですよね。そういった意味で、まあダイレクトにこう身近の
すぐ目の前のお客さんに日本の文化をさせてシェアさせていただけるんでね、それはとてもいいコツだなと思って。大庄家赌场度假村为全美最好的一间、最大规模的以及提供最尊贵的赌场度假体验，荣获了 USA Today 读者票选为全美最佳赌场的第一名。而自2002年起，一直被 AAA 评钻为四钻级的酒店。无论是日间的玩乐还是豪华的住宿，大庄家赌场度假村总会带给您无与伦比的休闲度假环境。